乡村之乡，这里是甘肃前省美济区的新阳镇。今天风景，我们到集市上转一圈。这骡子都新式啊！哈哈，这一个卖多少钱？这四比三。四比三啊，那个圆的，八倍啊！这一个骡子八倍了，玻璃的。这是八倍的啊。这玻璃的不烂吗？高玻璃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楼子咋样？就是圆的，这个是八倍圆。我头一次见这个的楼子。这一天有几十斤煤就够了。这样。这看上有三十斤啊，有三十斤就可以了。三十斤，三十斤，二十五斤到三十斤。三十斤没有。你说不上没了，可能是啊。就是的。